什么？两个月狂瘦16公斤，还不用花大钱买减肥药，一定要穿越。香蕉醋的减肥原理：香蕉醋是由香蕉、醋以及黑糖制成，此法是通过柠檬酸循环发挥瘦身作用。柠檬酸循环是指将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等营养素分解转化成能量。香蕉醋减肥法的醋中所含的醋酸、柠檬酸、苹果酸进入到人体内，就会发生柠檬酸循环作用，而香蕉中所含的葡萄糖更为活化，从而发挥出最大功效。即使吃了高热量的食物，也不用担心分解不了，这对喝水也胖的人绝对是福音。香蕉醋的制作方法：材料，香蕉1至2根，红糖，颜色越深越好，最好用黑糖，水果醋或米醋。做法：一，把香蕉切成1至2厘米的薄片。二，找一个可以密封的罐子，先放入红糖。三，倒入水果醋或用米醋，倒满罐子。四，把果醋和红糖搅匀。五，放入切好的香蕉片。六，盖上密封盖，密封24小时后就可以吃了。香蕉醋食用方法：每天饮用3汤匙香蕉醋，可直接喝或用冷开水稀释，你可以分配在早、午、晚各1汤匙，顺便吃腌制过的香蕉。饭前食用，肠胃不好的人建议饭后10分钟再食用较好。香蕉醋除了可以直接饮用外，也可加在食物中，如牛奶、豆浆、蔬果汁、炖煮的蔬菜中等，可口又能让食物中的营养发挥加成效果。例如，1汤匙香蕉醋整1杯牛奶，口感类似酸奶；1汤匙香蕉醋整1杯豆浆，是浓郁的豆浆变清爽了。香蕉醋减肥法简单又有趣，最令人惊喜的是，不知不觉中，体重很快就会往下掉。据专业调查，在韩国就有许多人因为喝了香蕉醋，体重在2个月即瘦8公斤，体脂肪也少了7%，甚至胆固醇值也恢复正常呢。香蕉醋减肥法的功效真的是非常神奇，健康助减肥，一起行动起来吧。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来信，喜欢就分享吧。